菜多五十块，哇，一菜多五十块也无贵个。我俩买了清汤，清汤吃啥酱料嘛无啊？还是谁来？来，来，然后我是谁？来，来一包，进来进来。来，我对这车好理解。哇，还有谁要1000块？没你呢。我1000，我啦吼。阿明喂。我有钱，卖咯。我单位才能够来，你要用其他相机先得嘞。无只，无只，相机先得无只啦。哎，鲈鱼有人要食无鲈鱼？问一下鲈鱼水的啦。鲈鱼一只到尾一斤重啦，我遐嘛等于800到1000块拄好啊。所以家庭个食较多，而且现在我问一下，我即摆即摆一斤你千八百无？一斤卖八百，上买两卖啦，上买两卖，上买三卖。回去我再处理，重新安装，重新安装手机了。300了，300了，四焦啦，300，先买录音，300，我唔是讲要录音，还是讲要录音，300。好，够要讲好啊，快！好对，直播那个手机用很凶。还有谁哦？回去再处理一下好了。那个重新所有东西都要重，所有东西都重装一下。300，还300来。ID， 好像是最近升级了 iOS 以后就变这样子。海哥先卖来300，300。来一边来，我来拿一个。来，重新装通常就会变好，因为应该 iOS 那个，我应该把 YouTube 重装一个就可以好了。啊，贵人八，能八。